妹妹，橘子怎么卖的呀？1块钱一斤，很甜的，尝尝吗？那我尝一下。谢谢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卖东西，你不害怕吗？我不害怕呀，妈妈一个人在外面打工，我也想为她分担点什么。是不是这些卖完了就可以回去了？还有个人，外婆。外婆呢？外婆去那边买东西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些东西给你们买完，你们早点回家去，好不好？哥，你是在可怜我吗？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要下雨了，来，你等我一下吧，哎，都装起来吧。要不要这么多钱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拿着，你拿着。这是我一个贵人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哥，这是我家。哇，啊，这是爷爷吗？爷爷好。哇，这满城的奖状，这奖状都是你的吗？谢谢，您是他爷爷吗？我刚才看您腿脚好像不太方便呢。我是早3年前在外头做工赚钱的，把物质打断了背心的。刚刚妹妹提到他爸爸了，不出声了，是怎么了？爸爸是5年店闲完子，不时的钱就是爹的常来，去世了，就留给我们两个宝贝。我感觉妹妹还挺懂事的，她今天在外面去卖水果啊，卖菜那些的。她妈妈一个人在外头打工。就是一家人都靠一个妈妈来撑起来。对，她的爸爸也大成残疾。爷爷也摔成残疾了，也不能干活。嗯，所有的家务都是我女儿给撑起的这个家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委屈的。你委屈什么呀？她委屈就是一些小朋友说她没有爸爸。他的笑笑很委屈的。没事，妹妹，生活有太多说不出的苦，你吃的亏，担的责，忍的痛，都会成为你的光，照亮你的路。妹妹，没什么的，我母亲从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你看哥哥又出了这样的意外，我还不是挺过来了。你要相信，你一定我过得比一定更好。爷爷奶奶，这是我们资助雨盼上学第一个月的费用，您拿着。谢谢啊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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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都会过去的，没事没事的，您别哭。有时候不是人不如人，是命不如人。有的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幸福一生，有的人天生善良，可人间疾苦一样没放过他。希望以后的生活不要这么糟糕了。